接下来啊，咱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啊，在这个案例当中啊，我们的着重点有些变化。原来啊，咱们的着重点都是跟大家去说啊，这个特征工程怎么样建立。然后呢，这一回啊，咱们单独来唠一唠这样一个事儿，就是对于一个特征啊，假如说已经给我们建立好了，就是说数据已经是现成的，标签也现成的，我们怎么样用这个 XGBoost， 然后能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？主要来给大家讲一讲，就是关于这个 XGBoost， 它在建模的时候啊，调参啊，咱们一步一步该怎么去做啊？在这里，我们的重点就是怎么样用这个库。所以说，咱们每个课程啊，可以说着重点还不太一样。有些课呢，我们是主要给大家说，特征，咱们整个流程该怎么去办。这节课呢，咱们主要来说啊，就是关于这个模型啊，咱们怎么样能把这个模型啊做得更好一些。然后先说一下咱们的数据吧。这个数据啊，它是一个保险赔偿数据，也是一个竞赛集啊所提供的一个数据集。然后这里呢，其实上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，用户当他出险了之后，有一系列的特征指标。因为这个数据啊，它也是一个脱敏的数据，相当于我们没办法知道每个列的具体的含义，所以说就相当于啊，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特征，然后呢，基于这个特征啊，我们就直接的去建模做预测就好了。首先啊，第一步还是先把我们这些库啊都导进来。这些库啊，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啊 ，Pandas、NumPy、Matplotlib、Sklearn 这些库啊，就是我们要去建模的时候啊，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些工具了啊。反正都是老工具啊，没有什么太多新的。新的呢，一会儿就是这个 XGBoost 啊，一会儿用的时候啊，咱们再来说。然后首先啊，咱们先来看一下数据长什么样啊。这个数据当中啊，它有训练集和测试集啊，都已经给大家提供好了。到时候呢，直接啊把数据读进来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数据量啊，从量来说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个十百千万十万啊，一共有180000个训练数据。每个数据当中啊，特征也是非常丰富的。每行数据当中啊，它一共是有132列，但是这132列当中啊，你看它的列名叫什么？我自己打印了前20个列名和最后20个列名啊。第一个列名 ID 啊，这是对于一个数据的一个标号，都是唯一的。然后后面呢，你看这什么？后面啊，它的意思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离散值，这是连续值。也就是说啊，接下来咱们的数据，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，所以我就说它是一个脱敏数据。我们只知道啊，就是这个数据当中一共是有很多个属性可以利用，但是我们就不知道啊这个属性是什么了。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啊，就相当于是已经有了一个特征数据，并且呢，人家预处理已经给咱们处理好了。我们的重点啊，就在于怎么样，用这个数据建立出来最好的一个 XGBoost 模型啊，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。在这里啊，咱们来看吧，就是啊，首先啊，我 describe 一下，就是能得到啊，咱们当前这份数据当中啊，对于每一个列来说啊，进行了一个统计指标，看它的总数啊、均值啊之类的。其实我想看这样一个东西啊，就看这样一个事儿，就是数据啊有没有被经过一个预处理，比如说预处理完之后，应该是每个列当中都没有缺失值的，而且呢还可能做一个标准化吧，或者规律化，所有的数值啊应该都比较小。咱们来看一下，对于每一列来说啊，你看均值大概 0.5 左右。然后呢，它的最小值，哎呀，接近于零，然后最大值是接近于一的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啊，每个数据来说，已经是帮咱们做好了预处理。你看，都是188318，哎，没有缺失值吧？素数据啊都没有一个缺失值的，而且呢，均值啊都是在 0.5 左右，最小值接近于零，最大值接近于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意思啊，就相当于是数据已经是经过了预处理，然后呢，咱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儿啊，就比较简单了啊，相当于是把预处理这部分工作啊，现在省略掉了。然后呢，咱们来看吧，这里啊，就是，我先检查了一下，在数据当中啊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缺失值？你看，点按了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所有都没有缺失值啊？一看，打印出来一个 false， 没有一个缺失值吧？没有缺失值啊，给咱们省事儿了。我们接下来啊，直接去用这个东西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打印这样一个东西啊，就是一个点 info， 点 info 啊，相当于是你去看一下，对于一个 data frame 来说啊，它的一些信息。然后它这些信息当中啊，你就可以看它的数据类型 ，flow 类型的有15个，应用类型的一个 ，object 类型116个。在这里啊，一般都是这样，就是 flow 类型它是一个连续值 ，int 呢和 object 类型啊，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离散值啊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内存使用不大吧，因为咱们数据比较小，基本上大家笔记本啊跑这个轻松啊。
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特征吧。在我特征当中，我看了 object 类型，它有116个。然后呢，这个 float 和 int 的一共是有多少个？这些东西啊，都可以看一下，相当于是先对我的数据啊有了大致的一个了解。了解完之后啊，咱们还得看这样一件事儿，就是，对于一些种类的一些变量，比如说属性值里边，它里边唯一的属性啊有几个呀？我们可以啊先打印这样一个东西，就是可以对于每一个属性来说，单独的先去看一下，在这个属性当中啊它的一个个数。你看，在这块我就是统计了一下啊，它的一个个数分别是有多少个的。这块统计一下个数，然后把这个东西啊打印出来。那对于这些种类来说呀，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，你看大部分情况下打印了前几个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两个吧，那不太放心，画一下图吧，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结果。画完图之后啊，非常简单，画图操作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加上 x 轴加上 y 轴什么东西。然后画完图之后啊，咱们就来看左边这个图吧。看左边的这个图当中，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，在这个现象当中啊，就得到当前这样一个结果，就是，大部分特征啊都是一个二值的，然后116个是属性值嘛，其中有72个都是里边有两个属性值，可能是或者否啊，可能是这个样子，然后绝大多数特征呢，可能就是四个值以下的。然后有一个特征啊比较奇怪，这块特征啊它有326个不同的值，这个因为它也没告诉我们这个特征啊表达什么含义，所以说大家就想了，哎呀，这个特征里边值这么多，会不会对我产生干扰啊？这个看起来326啊还可以，因为总共数据量比较大啊，咱们暂时也不用去去掉这个特征啊，暂时也给留下来。所以说这个图啊，就是咱们画了一下当前啊我的一个特征啊，就是不是特征，就是我的离散值它分布的情况是长什么样子的。这块就是离散值的分布啊，我们可以暂时来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标签值。我们标签值先画出来一下子啊，这块就是你看我画什么，就是 x 轴它是一个 ID 一共是有多少个，一共是有这么多个。然后呢 y 轴啊，我是画的是我的一个 loss 值。最终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在我的一个这个 loss 值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赔偿了。那它的一个赔偿值啊，或者说叫做这点我给叫损失值了，赔偿值来说啊，就是有一些显著的峰值，可能是表示一个比较严重事故，然后你赔的就比较多。但是你看这样的一个分布是什么样子啊，这样的分布看起来不太均匀吧，有些忽高忽低的这样的东西。那其实啊，就是产生出来了一些波峰啊波谷啊忽高忽低的一个现象，相当于什么，相当于啊就是我的数据啊它不是怎么说呢，它的分布啊没有那么对称，不像咱们正常所说的那个高斯分布那个样子。那这里啊我们可以来去通过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下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偏度。偏度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数据的一个倾斜程度。一般情况下就是数据越倾斜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说当前这个数据啊可能是越不利于我们建模，而这个数据呢越均匀一些啊，我们可能说这个数据它越有利于我们进行建模。然后呢，怎么看数据是不是倾斜的？这块啊，我们可以用一个 state model 这个库。你看这个库啊，咱们来往上去面去看一下。我把它看一下，它是在哪儿导进来的？应该在最上面。在这块啊，咱们来看，我看看我的 state model 是在哪儿导进来的。哎，这块还没有去导。哦，那应该是在下面导进来的。我直接我去查一下吧。啊，在这儿呢，就是啊我们需要在这个 CPI 当中啊导进来我们的一个统计的这个指标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库基本上已经直接安装好了，我们到时候直接去用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在它这个库当中啊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指标，就是可以直接去计算当前你某一列它的一个偏度值是等于什么的。这块呢，咱们先来看啊，当前算的一个偏度值啊是等于 3.7 几，基本上我们认为这个数如果说比一还大一些，那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倾斜的。那你看这个数是什么样，是 3.7 几吧。所以说呢，对于当前这个
平常时来说啊，它是有这样一个倾斜现象的，但是一般情况下，我们都认为有这样一个倾斜现象不太利于我们进行一个建模，所以说，普遍情况下，我们都是啊把这个倾斜数据，进行一个转换，然后呢，转换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工具，就是一个对数的变换。经过了一个对数的变换之后啊，一般情况下啊，咱们的数据倾斜程度啊会极度的降低，达到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情况。咱们来看一下这里啊，就是我直接做了这样一个工作，就是，还是啊咱们的 train 的一个损失值，把这个损失拿出来之后啊，用 numpy.log 进行转换，转换完之后啊，咱们得到结果，然后同样啊是打印了一下它的一个倾斜值啊，然后怎么样，得到0.09吧，这个值比上面这个值来说是不是小了很多呀？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啊，先对数据的。这个损失值啊，进行了一个变换，原始的值啊，就是浮动比较大，所以说倾斜程度啊也比较大。我们经过了那个变换之后啊，咱们现在，它就服从于一个我们比较喜欢的那种比较正常的那种分布了。来画一个图吧，这个图就是我对于我们当前的这个任务来说啊，它的一个左边的，就是说，你还没有去做这个 log 变换之前啊，你看它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倾斜现象啊？有些值比较大，有些值比较低，然后呢，这个分布不是特别均匀吧？当我们做完了这样一个对数变换之后啊，是不是跟我们正常看的那个，可就是虽然说跟我们正常高度分布啊差的比较多还，但是呢，也是呈现出来这样一种正态分布的规则吧？那你说左右两个图来说，我们要哪个？我肯定要右边这个，因为右边这个是一个正态，就是接近正态分布嘛。这样的一个分布啊，是我们比较喜欢的，也是利于啊我们进行一个建模的。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，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赔偿值来说啊，要不要给它进行一个就是对数的变换？普遍情况下，我们都可以算它的一个倾斜程度。如果说倾斜程度啊比较大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啊做这样一个对数的一个变换啊，有这样一个操作的。然后这个连续值啊，我们可以把它啊都画出来。这块呢，就是用了非常简单的一个函数啊，就是画了一下我们的一个，其他连续值之间啊它的一个情况。因为这个各个属性啊，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表达什么含义，所以说啊，这个连续值啊，咱们就给它画出来，暂时先画出来，然后咱们就先不具体分析了。然后每个值可能有一个特殊的含义。然后我们需要考虑的另外一点问题就是特征之间的一个相关性，因为我们现在特征怎么样？特征是特别多的吧？那特征之间啊比较多的时候怎么办啊？你可以查看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说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需要把特征之间比较相，就是一些特别相关的东西啊，我们就给它怎么说呢？剔除掉吧。你看这有0.99的，我看哪儿0.99。0.99的，像是0.93的，这些相关性比较大的，可能就是有些贡献性嘛。有贡献性的东西啊，是不利于我们进行建模的。尤其是你特征比较多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进行一个筛选了。筛选那些什么？筛选那些啊，就是相似度比较高的，就是看除了对角线之外，哪些比较高啊？这些啊，我们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自己的一个筛选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看了一下，我们的一个数据，以及呢，咱们当前啊拿到的数据，我又做了一些变换。一会儿啊，咱们的核心就是特征已经给咱们了，然后我们要去建一个 XGBoost 模型出来了。